要解决女儿额头上的粉刺的问题啊。一个鸟啊，比麻雀大，在做那个麦子，一个那个，可能就叫鹌鹑，就是叫鹌鹑，反正那个比麻雀大，比那个王子那边的广场上看到那个鸽子小。他在这种那个麦子，做麦子，做到这个地方了，做就做到这个地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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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鹌鹑的，做到这个地方。做到这个地方，那鹌鹑为什么来捉呢？鹌鹑为什么来捉呢？他说吃了他的蛋，所以呢，他的想想不舒服的时候就来捉两下子。说吃了他的蛋，所以呢，那个不开心的时候就来捉两下子。说吃了他的蛋，不开心的时候就捉两下子。吃了他的蛋，不开心的时候就捉两下子。吃了他的蛋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再做两下子；吃了他的蛋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再做两下子；吃了他的蛋，不开心的时候做两下子；吃了他的蛋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做两下子。对不起，让你心情不好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吃你的鹌，不应该吃你的蛋，就是不应该吃鹌鹑蛋，不应该吃你的蛋。不应该吃你的蛋，不应该吃你的蛋，对不起，不应该吃你的蛋，不应该吃你的蛋，不应该吃你的蛋。哎呀，原来吃了这个蛋一个，但是感觉儿子上就是那个，感觉那个鹌鹑蛋呢，就铺在那额头上呀，铺在那个额头上呀，娘子，那个鹌鹑啊。想到不开心的时候，做两下子；想到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做两下子；想到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做两下子；想到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做两下子；想到那个不开心的时候，就做两下子。对不起，以后再也不吃了。对不起，以后再也不吃。以后再也不吃。真的假的？那个鹌鹑，现在已经贴到那树枝上了。也不在额头上，但是他那个很疑惑的眼光看着，是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次真的，这次真的，不会是假。啪，一飞就飞走了。